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这个疗剂下。英文名呢是叫做 Quadratrol Spidosperma,White Quadratrol。我中文呢我哋翻译呢就叫做白坚木。咁呢个白坚木呢是可以喺南美洲嘅一种植物里面提炼出嚟嘅。咁呢个白坚木呢喺嗰个治疗方面呢，喺同类疗法嘅文献里面呢有好多是爱来处理一些养分不足或者不够气，可能要少少活动呢就觉得不够气这种问题。咁这个或者是那个因为那个呼吸系统瘫痪心脏缓慢甚至乎呢是导致呢是四肢呢是瘫痪的。咁任何的面青口唇白，因为唔够气或者咧系因为肺痨或者胸膜炎导致嘅喘气不足，甚至乎咧系嗰个肾方面嘅嘅问题咧，系导致咧系唔够气。咁当然啦，哮喘啦或者心脏性嘅哮喘啦，或者肺气肿啦。甚至乎那个肺部的收窄我哋叫 pulmonary stenosis， 是肺的收窄。咁甚至乎呢是我哋那个肺的动物呢是出现呢是血栓这种问题。咁即是任何的症状呢是那个病人呢是出现呢是不够气即是佢是养分不足唔够气面青口唇白呢，我哋呢个疗剂係非常之好用嘅。咁我哋文献上呢都有好多嘅个案啦。咁其中一个呢就係 Dr. Hale 啦。咁佢呢就记录咗两宗个案呢係
这个疗剂咧舒缓咗嘅。咁其中一个咧系嗰个心瓣嘅不足啊，出现咧或者狭窄，咁出现夜晚黑咧系极度咧系晚上咧系气喘嘅。咁另外一种咧系一啲心脏肥大啊嘅症状。咁呢个Cobatro咧白肩木咧系都帮助呢啲嘅呼吸唔够氧喘气嘅问题，但对于嗰个水肿啦，相关嘅水肿咧就冇乜帮助嘅。咁结果咧就用另外一只疗剂咧，系 Digitalis 咧就处理咗噶啦。咁即系话喺同和疗法咧，好多时候咧，我有啲细疗剂咧系对一啲好独特嘅细嘅毛病咧好有效，但未必系能够全面帮得到嘅。咁另外一位医生 George P. Cobb COBB 咧，咁咧就记录一宗咧系嗰个心嘅问题啊，喺一个24岁嘅男士嗰度，咁佢已经有少少心脏肥大啦，尤其是个右边嗰度啦，咁有极度喘气啦，同埋有少少心瓣咧系有少少杂音噶啦，咁呢个咧都用呢个疗剂咧 ，Cobatro Aspidosperma 白肩木咧系处理咗，系帮助得好好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